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来学习《群书治药三六零第一册第三单元“贵德七谦虚一二二”。彖曰：“谦亨，天道下济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。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。” 鬼神害盈而胡迁，人道恶盈而好谦，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，君子之中也。这一条出自于卷一《周易》啊，就是周朝啊那个时候的《易经》。彖曰啊，这个彖呐、啊，就是彖传啊，在《易经》里面的啊，这个彖传。 说呢，谦谦卑啊，谦虚，则亨通啊，谦虚呀、啊，那就亨通了，没有障碍。天道的法则，是向下周济万物，光明普照天下。是天道下济而光明。所以我们看啊，天上啊，日月光明啊，普照。 天下啊，天下面的都普照了。地道悲而上行，地道的法则是位处在卑下，而地气向上运行。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天地沟通，阴阳和合啊，所以说亨通。那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天的法则是啊，减损这个盈满者。 增益谦虚者，对迁徙的人啊，对谦虚的人呐，增益；对盈满的呢，那就会减损。就像我们一个水桶满了，啊，那这个水再灌下去就溢出来了，啊，就就流出来了，就损了。那虚就是还没有满，它水倒进去啊，它能装装得住水。 所以这个天道啊，这个法则就是这样的啊。地的法则，是改变盈满者，充实迁徙者啊。这是地道的法则。鬼神害盈而胡迁，这个鬼神的法则，是伤害盈满者，私胡迁徙者啊。对谦虚的人呐、啊，给他福报。人道恶盈而好谦。 人类的法则是：真恶隐瞒者喜欢谦虚者，这个是呃人之常情了啊。人呐，对一个谦虚的人呐、啊，大家都喜欢啊。如果看到一个很傲慢的啊，大家就不接受了啊。所以这是人的常情。所以人类的法则就是：真恶隐瞒者喜欢谦虚的人。 谦尊而光，谦虚的人若位居尊贵，他的道德就更显光明；卑而不可逾，啊，这个即使在卑下的地位，他的道德啊也不可超越。君子之中也，君子处于尊位或者卑下的地位，都能够终身保持谦虚的美德。 同时，也获得谦虚带来终身的福报啊！所以，这个谦这一卦呢，六爻皆吉啊！这个《易经》啊，六十四卦，每一个卦爻啊，都有吉有凶，唯有谦这一卦呢，只有吉没有凶啊！所以，这个我们要学习啊，谦虚啊，不能傲慢啊，不可值得骄傲。 啊，现代人都学西方人说值得骄傲啊，那个是错误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，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